系咯，所以伊藤润二嗰阵时有啲书真系，我嗰时学校睇睇完真系夜晚都有啲不安咁有啊。即系正如我最近嗰时中学鸡嗰阵时，好似我同你讲过，我中学鸡嗰阵时啊，仲懒大胆啊，睇下啲灵异书先啦。我最近嗰阵时系云海嗰几本，咩香港九龙新界嗰几本咧，有同学带翻，跟住。我又借咗，唔知借，好似系借咗本咩？好似系香港同九龙啊，冇记错，好似系。跟住上堂就喺柜桶度喺度睇阿云海嗰两本书。然后嗰时觉得，真系，即系嗰时中学鸡啊嘛，咁都好细个啊，成日嗰时仲喺度，真系，果然系唔惊我，即系嗰时，点讲咧？你而家可能人大啲啲，你就会系谂话啊，即系有啲故事可能系灵异向。或者叫做奇幻向，跟住你睇完可能有少少寒或者不安，咁你个感觉会觉得啊都几好啊，即系我睇到一个真系写得好或者一个讲得好嘅故事或者历史或者一啲发生过嘅事有点都好，或者奇幻故事咁嗰个我睇到个质素都好高啊，真系睇完都寒一寒咧，可能会咁谂。但系靓 can 嗰阵唔系咁谂噶嘛，即系靓 can 嗰阵大家系。即系中二病个个系中意睇完啲恐怖嘢，喂，我觉得唔恐怖咯，即系系咯，即系我唔知点解啲人个话恐怖，我觉得冇嘢喎，唔恐怖。中学嗰阵时佢系啲人系中意咁啊，即系真系中学鸡最中意嗰时咧，个个都系咁啊，最中意就系听啲恐怖嘢啊，唔恐怖啊，即系啲核突嘢、呕心嘢，啲人中意睇完，哎呀，我觉得唔惊咯咁样。你又中意显得自己好似好大胆咁咩？咁。中学鸡最中意病嗰时咧，大多数嘅男孩子们都系会做呢啲事，就系中意睇完，觉得几好啊。不过我话唔惊，好中意做呢啲。你好中意有呢个 moment 就系、我唔惊，哎呀唔恐怖咁样。但系到夜晚，当你瞓觉合埋眼嗰阵时，嗰本书啲狼咧，我记得嗰阵时就系咁。跟住咧，夜妈妈嗰本书狼咧就。合埋眼瞓觉的时候，就嗰啲书狼咧就系咁喺度脑度好似咧播咩播啲咩投影机啊，播 PowerPoint 咩播翻晒出嚟，跟住你发觉，其实我系惊，跟住嗰时候原来我系惊，跟住个夜晚就喺度谂翻晒嗰狼出嚟，就你无啦合埋喺度瞓觉嗰时候，你就即系咁谂翻晒嗰狼出嚟噶，你系会咁啊。跟住发觉其实我惊嘅，但系咁你喺学校，梗系个个都系中二病廿问廿，我唔惊咯，喺恐怖嘢啊，唔惊咯咁样。唔知嗰时就系好多时都系咁嘅，即系好多靓 can 都系咁样嘅，即系到你夜晚合埋眼瞓觉下，你发觉啲狼系咁出翻嚟，然后嗰下你开始惊，发觉系其实我系惊，会系咁样。跟住睇下你其实 cover 先啦，碌翻上少先。细个睇好惊，大个睇伊藤嗰啲漫画，觉得莫名好笑。可能人大咗，个脑开始谂衰嘢，可能呢样嘢啊。咪同埋点样？有时人大咗，你会淡定咗，即系可能啲漫画最吓亲你嗰阵时已经吓过，跟住而家睇翻你可以讲啊，真系咁都。或者可能有时可能你从我创作角度谂咧啊，会讲哇好嘢、啊，你咁都谂到你好嘢、啊，可能咁样咪唔惊。即系我 friend 好中意恐怖 game， 我成日。我哋成日讲嗰个 friend 咧，即系好中意玩恐怖 game， 跟住咩嗰时喺轩哥嗰度一齐喺个玩灵，我睇住同另外一个 friend 玩，跟住有嚿嘢，有个 item 一弹落嚟咁样咧，我同轩哥两个打一打啦，佢嗰两个话呢个做得好，佢就系咁啊，佢就系中意研究 game 咁样 friend， 又好中意研究恐怖 game， 之后变咗呢个系做得好，佢真心咁做，我系按东尼嗰样。就系、应该从创作角度，哇！你咁都谂到咁沟自己好嘢，可能谂一谂，跟住咩？有咩？而家有啲位睇完都觉得惊，其实都咁，因为佢有啲弱光真系犀利，即系有啲位真系，喂，好似我真系个蜗牛嗰、那个，佢又唔系嗰种咩jump scare 恐怖嘢，你觉得成件事系好唔舒服咯？睇完之后系，我觉得好犀利，但一啲都唔恐怖。叫咩？斩鬼遮角唔系恐怖，但系好呕心，呕心饮油。我翻呢个冇睇过。跟住咩？Matthew 话咧，自从自己遇过一啲灵异事件，就唔惊大部分嘅灵异书内容。
咁呢个我觉得你呢种情况系咧，淡定咗咯，即系你呢种唔惊就系淡定而来咯，就不是即系我头先讲嗰种中学鸡中二心态，我唔惊喎。谂翻落啊，中二我唔知道，或者有冇啲人大个少少嘅听众们，可能你已经不是中学嘅年代，可能你都会谂翻咧，可能中学就算你唔系咁样。可能你认识嘅总系有啲咧系中意睇完啲恐怖嘢，话唔恐怖咯，咁唔惊咁样。咁问题系咯，嗰时有好多嘅咁样，又懒系劲。咁你话有啲真系唔惊，又梗有嘅，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咧，我都系话嗰个玩恐怖 game 嗰个 friend 咧，佢啊真系，哇！佢两个即系嗰时都有句我话轩哥就喺后面负责打弹。佢两个坐喺前面玩就系冇惊过啊嘛！嗰两个 friend 真系中学鸡嗰时，因为中学鸡嗰时先识佢哋啊嘛。中学鸡嗰阵时，或者甚至有过小学就识嘅。佢两条友仔又真系咁多年都系咁。佢两个啊真系完全唔惊呢啲嘅。佢两个真系好坚，系真点淡定嘅。就算系而家有时佢哋成班可能喺自己地方度，喺自己工作室，佢喺度睇恐怖片啦。佢啲恐怖片真系全部降晒笑片咁睇，佢两条友真系黐线喎，真系，佢哋系咁嘅真系。跟住睇下先啊，即系可能有个 friend 就好似系有啲似 Matthew 嗰个情况嘅，佢因为有同我讲过咩，佢细个遇过啲奇幻嘢，有个 friend 同我讲过嘅，即系头先我讲两个 friend 其中一个咧，有一个真系我讲过佢系遇过啲奇幻嘢，咁所以唔知唔系咁佢大个啲之后，佢真系中学鸡嗰阵。我见佢真系冇，完全冇啊，冇嘢吓到佢咁，好似系。我唔知系咪可能真系同阿 Matthew 差唔多情况，系佢可能真系有机会，因为佢同我讲过佢以前啲即系见过啲奇幻嘢嗰啲。另一个 friend 就唔似系，嗰、那个 friend 就似真系黐线多啲，唔系唔好话黐线啊 ，sorry， 即系我哋嗰个 friend 真系佢纯粹系唔知点解佢呢方面佢系即系好似有啲人怕蜘，有啲人怕蜘咁啊，都系嗰恐怖嘅嘢就系完全唔怕蜘嗰样嘢咯。嗰、那个 friend 我真系唔明啊，佢又应该冇听佢讲过有咗啲奇幻嘢咁样咩？我觉得唔恐怖咯，夜晚熄灯啊，唔敢去厕所，系噶系噶，中学鸡嗰阵系咁嘅。谂翻中学鸡嘅自己嗰阵时候都系懒系型啊，唔惊我睇完之后个夜晚住系嗰本书机狼其实都几恐怖噶噃，因为嗰本其实我唔知而家睇翻会咁嘅感觉，但系嗰几本就算当年睇，我觉得真系。佢记录啲嘢又写得好好，所以睇完嗰真系几寒。我记得近年好似睇翻其中一本，我唔记得定系好似嗰本嗰时冇睇过点。总之我都仲系觉得好好睇嗰本书，嗰几本。跟住睇下先啊，咁睇啲咩？咁睇啲甜嘢时候有冇眯埋眼就谂翻？甜嘢会唔会咧？恐怖嘢就多啲会 repay， 你甜嘢又好似唔系咁容易 repay。咁容易 repay 你又唔使成日喺度揾新 number 啦，你哋系嘛？细个最强阴影系再见萤火虫啊！呢个系我哋点解嗰时好似有啲咩晏昼点零两点零钟喺度播咁样啊？细个嗰阵我真系记得睇到尾啦吓，咩奇怪搞咩咁要 count 片啫？细个咁你睇下 count 片到到个尾系咁嘅啫。跟住阿 King 话咩从来唔知 game war。即系你唔系类似我头先讲话，完全真系完全好似冇呢样嘢嗰个 friend， 可能阿 Kenny 同我嗰个 friend 有啲似嗰个情况，可能系即系我即系嗰两个 friend 有一个应该系似阿 Matthew 嗰个 case， 一个应该同阿 Ken 个 case 一样，有两条一齐玩恐怖 game， 真系睇佢仲系咯，真系睇佢嘅 reaction 真系，佢嘅完全冇 reaction 咁 reaction， 所以真系点解我咁难忘？跟住听完啲恐怖故事啊，真系会咬嘅，激都唔多。但系中学鸡嗰时听完就个个嗱，唔惊啊咁样个个咁啊嘛。咁当然嗰个句系讲我嗰两个 friend 或者佢两个真系真点唔惊嘅，咁都一定有真点唔惊。但系都多咗系有招招，好似我中二嗰阵时咁湿鸠又会喺度啊，唔惊咁样，都仲有呢啲咯。咁都有时有啲你知道啊，有人准备讲啲好恐怖嘢嗰下，你又唔好搞啦咁样会咁。但系觉得啲恐怖 game 成日 jump scare 有啲闷，我觉得啲恐怖 game 叻嗰啲咪个气氛令到你惊咯，就
你惊住会唔会 jump scare？ 有啲恐怖 game 系噶，佢犀利到系令你 keep 住觉得会惊，但系佢唔一定要 jump scare 你去吓你，同埋有啲 jump scare 咧，有啲个演出做得 OK 嘅，即系好似零咁样咧。嗰时睇翻我哋啊，有台电下 Otos 啊 ，L 妹玩咧，有啲位可以话 jump scare 嚟，但系佢啲 jump scare 位演出嗰度做得有心思咧，嗰下你都觉得犀利嘅，即系唔系啊纯粹。静晒，砰一声弹出嚟，唔系嗰只咯。佢演出上有时可能啲镜头转完之后，突然间原来系已经出现咗咁样咧。嗰啲位咪做得好犀利，我觉得有啲有个演出就犀利。但系你话反而欧美嗰啲就真系好似系玩 jump scare 爆出嚟多。日系嗰啲反而其实有心思啲，我以为即系正如好似。点讲咧？即系正如好似咩 GTS 嗰间咧，佢有啲位都系有时 jump scare 啊，有时都系个气氛令到你惊，所以我呢个可以犀利。Outlast 环境100分 ，Outlast 个景真系做得好，同埋佢个玩法我觉得系叻嘅。Outlast 个玩法真系创一个，即系创咗另一样嘢出嚟，犀利。Outlast 佢个玩法你反击唔到咧，就系要不断走、不断尾咁样咧。我觉得依下犀利噶，欧拉实做得咁多人。欧拉士有好多人话古仔问题啊，咁我见过人哋解说嗰啲片就佢古仔都有佢好同完整嘅，但系真系入边你玩嗰时啲人玩到一头雾嘅。Dead Space 呢个就当年阿南哥吓亲懵啊，净话个咩话咩嗰时温眉拍佢，佢成日都讲翻噶个温眉拍佢，真系将人生识得嘅粗口一夜爆晒出嚟。大海无量咁轰过去个温眉度，温眉咗喺度 why so serious 咁样，我哋咧南哥就咩，跟咩咩精神病要 simulator， 跟住佢嗰个真系整劲喎，真系欧拉手好犀利嘅，我觉得。嗰时我系睇下达哥玩住最初系，我睇玩真系有若干位，我觉得佢真系几惊嘅，真系。咁都系我嗱Outlast 就大家公认为觉得恐怖啦，点知咧？我头先讲话我一个好中意玩恐怖 game 嗰个 friend 咧，即系讲紧系理论上应该最大胆嗰个啦，即系或者好似对嚟讲就系唔怕折咁完全免疫嘅嗰个 friend 啦。嗰时我外国 Outlast 佢话 Outlast 恐怖咩？佢话 Outlast 你系咁向前跑咪得咯？佢真系咁痛。咁佢讲呢句嘢，佢唔系鸠吹嘅。佢系坚系爆咗机，佢系坚系爆机嗰啲，然后我唔难玩啦，佢话唔恐怖啊，因为咁跑咪都跑一跑下就自然过关噶啦，即系佢啲心态就系佢系冇俾个情景去吓到佢，佢自然个佢个心态应该就系谂咩啊，转个角嗰个位你实有个咩有个lock 卡俾你入去噶嘛。咁、那个你跑快入咗去冇事，佢真系咁，但系佢坚系咁做，又坚系爆机。佢又话唔惊，系咁向前跑咪得咯。佢话系咁跑就完噶，只 game 有咩恐怖？佢咁同我讲嘢，问题佢真系做到，黐鬼线。咪嗰阵时话欧拉时候 VR 版真系听到我个牙。咁当然我嗰个 friend 应该话咬咩啫，向前跑咪得。佢真系咁，佢真系咁讲。同埋嗰时咩大家讲紧《Bio 难玩》玩嗰阵时咧，咩《Bio 七》好唔恐怖嗰阵咧，佢走去爆咗 Madhouse 机，佢就系爆咗最高难度，我 friend 黐鬼线。跟住咩，但系直播玩未唔啦，唔玩，我真系惊呢啲唔玩。就好似玩爆到云系 game， 实会话唔难。我嗰个 friend 系啊，佢真系佢啲云系嗰啲佢爆晒机噶，佢条友仔，佢条友仔啲云系佢系爆晒。跟住佢咪话 OK 啦，呢次。佢呢招整得 OK 嘅，佢咁讲，佢唔系难玩咯，整得 OK 啊咁讲。我 friend 攻略啲 game 咧，即系佢有时要技术向啊，会有啲好剧情向嗰啲，佢话咩啊？鬼武者好咗佢，当然话咩？织田信长咩咁难打啫啊？到时你攞十几廿樽药水喺度啦，你行埋咁劈劈劈劈劈，咁打完两嘢饮罐水啊，饮剩唔知两支就真系爆机噶。我即嗰时有啲识嘅人就话：，你打几发真系完全冇技术可言。我话技咩术啫？咁我立咗十支水，我梗系拍晒十，
我拍咗拍剩两支喺度。咁其实我个 friend 重要嘅咧，佢真系技术向咁去打，其实佢系得嘅。但系嗰只因为好剧情向鬼武者，佢话唔使啦，佢话啊咩即前顺长嗰个快手啲搞掂佢算啦，埋劈劈劈劈劈举晒八支水就完噶，妖咁样。佢真系我成日讲嗰种孙物家教转弯嗰只咩啊，入弯入准呢条线咪可以快咯，佢真系咁样。佢条友真系带啲咩 Dark Soul 不帮佢打晒嗰只啊 ，Elton Wing 嗰啲全部打晒爆晒，佢友真系黐线。跟住咩？佢哋唔惊，应该系识得将个脑 focus 喺其他地方。诶，唔系噶，啊唔系，即系理论上系，但我个 friend 黐鬼线噶，佢有时会留意，哇，这个组织几恐怖啊 ，OK 佢咁讲，但系佢唔惊噶。嗰时零真系越食的假面嗰下，佢就啊依下有创意，佢依下估唔到依个位，佢真系咁样啊！我 friend 黐线噶，我 friend 系，我 friend 即系我记得当年佢拎部 PS 出去我度玩。佢开只零好似系第二集嚟，佢真系当巴哈散玩，佢冇一个吓到佢，佢真系咩？巴友只要有枪就唔恐怖，恐惧来自火力不足，但系佢玩欧拉苏系咁咯，佢玩欧拉苏话咩咁惊啫？你前面跑去跑入个 lock 靠得噶啦，佢只 game 咪系咁向前跑就得噶啦，诶有咩咁惊嘅？佢真系咁同我讲嘢，佢真系爆惊，佢黐线嘅有系咩？佢条友癫啦，癫啊，有黐线喎，真系。包一到三真系要做资源管理大师，同埋咩咯？即系你要执行李执得好，成日带错嘢、带多嘢、带少嘢咁样咧。好似包一，我睇翻人版又系咁样。跟住嗰时我玩包友二，真系我唔记得嗰阵时包二、包三可能有人俾我 save 我玩，我玩过周游二，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嗰时好似又系嗰个 friend 执咗只。把肉俾我玩啦，玩到边度先啦？至少好玩啦，咁样执咗俾我玩，话惊咩啫？有支枪劲咁样轰啊，咪得咯，又差唔多要啊，即系佢差唔多去做咩破坏之王啲咩？你系咁插啲米做咩啫？一刀插埋咪得，差唔多一枪轰埋唔得惊咩？咁样我 friend 真系黐线，我 friend 系咁，所以我同佢呢方面系沟通唔到。我话哇，只嘢好恐怖啊！只 game 即系欧拉话啲情景好恐怖啊！咩我 friend 就向前跑咪得咩？佢话咩啊？自然跑过就得噶啦，咁跑咁啊只 game 咁惊啫。咩啊？佢真系做到啊！真系黐鬼线。暗荣烟搞到零唔恐怖，又咁讲嘅嗰，但系嗰集个剧情又真系好嘅。不过有若干位少少位会有啲恐怖，但系真系冇旧嗰几集嗰样嘢。可能佢个方向都又唔同咗，其实。但系古仔又真系做得好。有一下。喺个转 cam 转下，转咗个白尺大人喺个同你 close up 个 cam 嗰，咪真系做得劲嗰个吓。其他位都唔算话劲惊嘅啫，但系好似咩月食假面嗰个场景，我觉得真系恐怖好多嘅。月食假面场景真系恐怖。